加百银同行人的生命领袖有亲层的关系。民国1993年成立的中原会客家百银团，也按多年来除了兼对外表演，还听佛教成立的百银社团，搞千多的后生人，希望同百银传承下去。今年的客家贡献奖，中原会客家百银团也是头一摆得到杰出新秀奖，艺术文化类的团体。一定两个他嘅杀，同太团人咧分到喜欢，表现啦一定赞到。中央会下甲白银团嘅功力，奉献从嘅观众看啦目瞪瞪。一种新颖做嘅表演方式，系下甲白银最大特色。过去做睇做户外式蔬菜，都看得到一定嘅表演。我睇今年嘅白银嘛，前重要主人去掏钱去，去牺牲人，去完成，见白光。建筑工嗰条柱会用到廿几万嘅白银啊？呢冇嘅，就摆人家话做二十万二十啦，不过冇睇到假嘅啊！一起咗两年咩？做好事嘅啊，做信仰嘅啊，一路两年啦。啊，国强嘅都过来写诗，冇过瘾嘅都天天热，冇过来写嚟当写诗。黑白银黄屋铺做得看。全部都在谈线上建构，能学嘅外，显然白色蓝色，除他嘅潮歌以及自己总员费，对白银有千层嘅感情。上到做生意嘅时节，睇总条要行学习嘅前线，闲气唔会停表吃。有阵要出纸包嘅，出马个路又按不到，所以阿张助理盘阿张，盘阿张，睇到挨乞计啊，要对阿张同样嚟多一攰，米样不多，你咩个钱咩样要？阿不得话，有兄弟要转来，相当于比赛期嗰度喂，托钱样嘅赛期是嘛？所以咯，要表扬鬼欢喜咩？有人想当我哋都个，唔是哋都个了啊！有人喊，眼人都行眼人啦。嗰只伊就讲一个表扬啦，美国两个人台湾才做住喎，眼人喊我一个表扬，东西也带到嚟伊做啊，啊心情鬼好。唔但喺台湾谈得多客家白银。中原会客家白银团过去嘛，许多法国、瑞士、美国也在国家表演。不过因为时代改变，表演的机会无像头辈人多。虽然呢，对一团超过三百岁团员来讲，表演白银是一生人的事，帮客家白银延续下去，嘛是一生人爱做的事。客家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